知道电怎么用就可以啦。哇，汉达、欸，汉达指定用，就是你可以每一次换，然后换不同品牌啊。可以啊，但是这个型号要对啊。我说你可以一次加各种不同品牌，不行吗？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每一间的配方不同啊。那你这样不是就可以集合所有配方吗？太多配方混在一起，就反而更差。还可能你混出了最佳的配方、欸。如果大家都觉得最好，那大家都全部乱加了啊。没有啊，你可以自己加，你可以这个加这个啊，然后两个加在一起，哇塞，可能变超厉害、欸。没有，那个会变得更烂。你怎么知道你没加过？如果像你这样，大家就全部乱加了，干嘛还在那边选？就肯定可以混啊，不然干嘛换品牌？可能混一点点，你不能一直混啊，全部乱混。你可以一比一加上去，哇塞，车子都飞起来了。车子飞起来了，头又疼。